啊，翻话，就是小美好里面那个台词。哦，哎，你说给黄老师听一下。两个有进步。那段词，加油，月月来。你以后会不会找一个比我高、比我瘦、比我聪明、比我温柔的女孩子？会。黄老师，你说的跟我当时一模一样。 一般都会这么说，而且彭彭不但说会，而且还是笑着会。会，我知道应该怎么接。应该怎么接？应该说有这样的女孩子吗？有这样的女孩子吗？是这样接吗？是。我以前也会这么说，但我已经过那岁数了。